星星啊，星星。来，对对对对。来，我想想，你们两个是布农族的夫妻哈、哦？对。你几岁？24。24啊，嗨。辣妈几岁？19。19哈，这个20几岁？2岁。那这个小公主呢？8个月。那个公主叫什么名字？幸运。幸运啊，哎，韵律的韵。哦，幸运。这个叫信心哈，三个金哈。对。哎，那你的国语名字叫什么？信家宝。家庭的家，宝藏的宝。家义的家。哦，家义的家。哎，宝藏的宝吗？宝贝的宝。哦，信家宝。哎，那辣妈呢？田彩薇。彩哪个彩？风彩的彩。就是彩虹，彩色的彩，去掉那三撇的。对。薇。小薇的薇。草字头的薇吗？对。有没有布农名字？我叫朗木。全名叫什么？后面有没有冠爸爸？爸爸的名字。朗木达玛比玛。朗什么？朗木达玛比玛。达玛比玛。就是田家的意思。朗木。对。达玛比玛。这个我在那个卓西乡有拍过一个，他有卓西达玛比玛。那个马远啊，马远村。有好什么什么达玛比玛这样，那个是姓氏是吧？对，达玛比玛啊。嗯。哦，哎，你们是布农族的哪一群？卵群还是色什么色？卵色群。卵。我是卵。卵群啊。对。哦，卵色群啊。那您的布农族名字叫什么？西虎。西虎全名呢？马杜雷亚西虎。念慢一点，念慢一点。马杜雷安西虎，马杜雷安哦，西虎，哎，后面还有个西虎啊，哦，西虎是我的名，西虎在前面还是后面？前面，后面。马杜雷安是我的姓家的，他是放后面还是前面？姓家就放前面了，哦，姓在前面，马杜雷安在前面，哎，马杜雷安西虎，哎，哦，那是你是住哪一村？哪一乡哪一村的？新义乡双龙村。那现在哪里工作？搬到哪里工作？哦，在苗栗。苗栗这边是苗栗大兴。哦，那个老家再讲一次。老家新义乡双龙村。新义乡双龙村，双龙村布农族话怎么讲？一心岸。一心岸哈。哎，那老婆也是双龙的吗？哎，不是，仁和的。哦，仁和的。哎，仁论。仁和是哪一个乡？也是一样。新义乡仁和村哈、哎。对对对。你们平常有在教小孩子母语吗？有。现在这个2岁的有在教了吗？有，他会讲一点。他会讲一点、哦。对。哦，那我先问他一点点啊、哦。好。他的三弟名字叫信心哈、哦。三弟名字叫喜命。喜命。全名呢？一样马杜雷安喜命。马杜雷安喜命。你再念一次姓哈。喜命。喜命。对，喜命哈。星星，来，叔叔问你一下布农族话哈。你的小脚啊。布农族的脚。哎，他会讲国语吗？妈妈怎么讲？他会不好意思，他看人就不会讲话。你不要让他注意到你。不然你问他，他会不会回答？求你来看。喜命。你看，你看，这样。伊是妈爸。妈妈怎么讲？伊是丁啊。伊是丁啊。是丁啊。不好意思。你丁啊。是丁啊。爸爸会不会讲？大妈。大妈。两爸爸。哎，小心。他会紧张是吧？他好，没事啊。你帮他扶一下，怕他倒下来。那你们平常在家里有在教哈？有。那个，你会不会布农族歌？哦，不会唱了，一小段好不好？讲你光，讲，可以一小段吗？一小，我就不会唱歌啊。没有。双龙歌神呢？什么双龙歌神？应该有吧？老婆比较会、啊。还是唱流行歌一小段，你喜欢的歌。就不会唱歌啊。还是他配音乐唱。你一定要卡拉 OK 的麦克风、啊，没有啊，还要喝2杯。
那不然我先问一下魔语好不好？嘿，那个你们的妈妈怎么讲？丁娜，啊，丁娜，丁娜，爸爸呢？爸妈。那个阿公怎么讲 ？Goldas， 啊 ，Goldas，Goldas，Goldas， 嘿，阿妈呢 ？Goldas 木木。男生怎么讲？男生 banana， 女生呢 ？Banana。老人怎么讲？老人就 Goldas 啊。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五八达，那个婴儿怎么讲？五八达，那怀孕怎么讲？阿姆布，那个怀孕呕吐怎么讲？太喜了，太喜了，忘记了。好，那个我跟你讲，那个眼睛怎么讲？马达，鼻子，穆杜斯，嘴巴，穆鲁斯，牙齿。尼本舌头，妈妈耳朵，丁啊，头怎么讲？乌乌，头发呢？耳部，眉毛，眉，那个眼泪，眼泪哦，乌萨，鼻涕，鼻涕木苏，口水，内巴，脖子怎么讲？木蛋，胸部有分男生女生吗？没有，胸部怎么讲？干弄，手呢？啊，有奶的话就腹部，腹部，哎，手怎么讲？伊玛，指甲 ，couscous， 脚怎么讲 ？mantas， 肚子 ，dam， 屁股 ，lava， 那个杀猪杀鸡会有些内脏，那个肠子怎么讲 ？silu， 心脏，心脏，忘记了，那个肝呢？肝哦。比较内脏就比较不知道了，因为有时候打猎会有那个猪内脏，我问一下，不会就说不会没关系哈。内脏嘎达达，统称叫嘎达。哎，那个肺会不会讲肺？肺哦，不会。骨头，骨头，动脉。肉怎么讲？滴滴。血呢？血黑蛋。哦，那个。我问那个动物哈，猪怎么？猪啊，巴布，狗，阿树，牛，安放，鸡，德鲁古，三枪，萨古，山羊，西里，飞鼠，哈巴尔，穿山甲，这个没有讲过啊。白鼻星，库孔，那个熊，杜马，以前有那个云豹，豹怎么讲？没巴布，那没弄。老鹰，老鹰，忘记了。那个蛇，伊布，老鼠，阿姆迪斯，松鼠，库库，不是，那个叫什么？松鼠啊，忘记了。蜥蜴，蜥蜴，蝴蝶，大鲤冠。蜻蜓，你真的会很多呢。蜻蜓怎么讲？蜻蜓，忘记了。还有我。哦，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那天牙齿放去哪里？放。那个蜻蜓会不会讲？蜻蜓忘记了。蝉，喵喵喵那个。那个叫什么啦？因为每天夏天很吵的那个。忘记了。蜘蛛。蜘蛛哦。嘎嘟嘎嘟，然后那个什么蟋蟀会不会讲？蟋蟀哦，在你们工作图里会有那个蟋蟀，黑色的。忘记了。蚱蜢呢？忘记。蚂蚁怎么讲嘛？卡洛。蜜蜂。巴克萨。那如果是刚刚他们要去抓的虎头蜂怎么讲？就那个就巴克萨。蜂窝怎么讲？蜂窝。那树上那个很大的蜂窝。没有听过嘞。蜂蜜呢？那个吃的那个甜甜的，没有听过。好，那个青蛙，青蛙 ，ok ok， 啊 ，ok ok ok ok， 哎，那个鱼 ，ikan， 螃蟹 ，galang galang， 虾子 ，kusun， 我来看一下哈，蚯蚓哦，makipa。蚯蚓怎么样？等一下，我忘记了。
好，那个忘记啊，我叫他下来。那个地瓜，地瓜，一坨的地瓜，地瓜什么？孤蛋，啊，孤蛋，孤蛋，孤蛋，嘿，孤蛋。那个花生呢？花生哦，就不知道。玉米，地布尔，小米，马豆。然后我看好玉米、小米哈。没有。然后我问他木头 ，Lukish， 竹子 ，Gunanan， 石头 ，Lada， 树怎么讲树？树哦，山上树就统称树怎么讲 ？Lutun， 花呢 ？Hana。有没有不能画？花也不能画。花叫汉娜，那日本话。我们都叫汉娜。那个叶子有没有？叶子怎么样 ？Lisa。然后竹笋。胡萝卜。嗯，好。那个土怎么讲 ？Muno。那好，天气好，太阳怎么讲 ？Bali。月亮。One。星星。Mintogan。啊 ？Mintogan。星星叫 Mintogan。云怎么讲？云哦，不知道呢，忘记了。风呢 ？Lu Lu。下雨。Odana。下雪。我只知道雪，不知道怎么下怎么雪怎么讲 ？Buff。啊 ？Buff。Buff。哦。然后水怎么讲 ？Danun。河流怎么讲？放了。海怎么讲？明啊。山怎么讲？山。山就鲁顿。鲁顿哈。你好，看一下哈。鲁顿，叫鲁顿。A B。那个，我问一下，火怎么讲？沙布。田里面的那个菜，生的菜怎么讲？生就种在田里面的菜，烧了。那煮好的菜有分吗？就是没有就烧了。那个酒怎么讲 ？Labus。你们有腌肉吗？哦，没有嘞，没有哈。哎，那你们那个马鸡怎么讲？赶木。嗯，赶木。赶木哈。哎，那个布农族的那个射耳祭怎么讲？射耳祭这个祭典怎么讲？忘记了。小米祭。什么婴儿祭？这个祭我就不知道了。那你们那个八部合音怎么？我只知道那个就是有喜庆就叫 Lus An。嗯，哎，好。那八部合音怎么讲？那八部合音这个你们这个吟唱的动作的那个布农怎么称这个？以前怎么称这个？这个仪式跟祭典嘛，不知道。看好，等一下再想一下哦。哦，彩虹怎么讲？彩虹哦，嗯，忘了。唱歌。有少子。跳舞。有都比。那个吵打架怎么讲？啊？打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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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男生打架。打吵架怎么讲？不搞好。好，那个什么，好，很高怎么讲？马达巴斯。很矮。很矮哦。嗯，这个男生。马布迪斯。那个竹子很长怎么讲？很长。很长哦，马达巴斯。很短。马布杜鲁。好，那个树木很粗怎么讲？马高尔比。很那个很细。马贵斯。哦，那个猪很胖。马斯莫。很瘦。马奎西，那个老婆很漂亮，怎么讲？马诺阿。然后妹妹很丑，很丑怎么讲？很丑。嗯。丑没有教过，只有漂亮。哦。那个菜很好吃，常好吃怎么讲？马夏尔贡伦。很难吃呢。马迪格拉。很香怎么讲？马汉松。很臭。马邦西。他唱歌很好听，好听怎么样？马夏尔当奥。很难听。你给他当了。那个，我等我看啊。
只要跟老婆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怎么讲？阿萨萨库。那要抱老婆说，我可以抱女朋友，我可以抱你吗？怎么办？我可以抱你吗？怎么讲？我可以抱你。马杜萨马里巴苏。那我可以牵你的手吗？怎么讲？牵手，马哈拉伊玛。嗯，那我可以亲你吗？怎么讲？基苏。基苏。马杜萨马基苏苏。你愿意嫁给我吗？怎么讲？或者你愿意跟我在一起或结婚这样怎么样？这个不会翻啊！啊，不会翻，就是大意就好，不是逐字翻。就是你愿意可以结婚或是在一起这样。Mak tu sumi ini inak binua。嗯，就是你可以成为我的女人嘛。哦，你愿意为我生孩子吗？怎么讲？Mak tu su tisuni aku tisbat al。嗯，然后那个什么，对，小便怎么讲 ？Mister。大便。Taki。那个女生月经怎么讲？不知道。不知道哈，那回去问一下哈。好。那男生也会排精，那个怎么讲？排精哦，你说那个。就男生的那个液体怎么讲？统称药就又又，又。那里面如果说男女行房那个字怎么讲？行房哦，嗯，就是做爱这样。对对对，把呼吸啊，把呼吸，把呼吸，吸还是吸吸吸，把呼吸。哎，那男生的器官怎么讲 ？Pulas 啊 ，Pulas，Pulas， 哎。乌拉斯，那个女生的怎么讲 ？Goody， 我叫 Goody， Goody 好像听过 ，Goody 啊，太阳族的大便啊，哦，那叫 Goody，Goody， 他们叫 Goody， 那还有等一下，那个，那我就问一句一句的一点点啊，那个哥哥喜欢跟爸爸上山打猎，怎么讲？Mak dua atau kas muskun tama mulut dun makan tu. 妹妹跟姐姐喜欢跟外婆在家里学做衣服。Mak dua nak ba muskun ni tokas han lumak atasi hulus. 小时候我常常在部落里面看到很多老人家唱八部合音。还听八部合音。小时候，怎么样？小时候我在部落里面常常看到很多耆老在吟唱八部合音。Mak atik sang saka mak du sak duy mak dah dengar tani berlaku pisok pisok seling 唱歌意思。好。你母语算还蛮强的哈，哪里？你可不可以用母语自我介绍一下？你在哪里生？在哪里长大的？然后现在做什么工作？然后小时候住家，部落的环境、人文风情，大概你就自己想自己介绍一下，自由发挥。好，就是全程母语这样。我叫拉姆，伊那安杜邦杜西夫，马拉布拉库阿哈尼伊辛安，马阿提吉阿提。Tiki sangsaga han berlaku makdaeng. Mena tiki sangsaga han berlaku dasun-dasun ni tindak kuda. Ini dia tangki. Mena hai yuk bang, saya tu je. Ini kira jesan dia lingwa iban. Jesan dia syahat. Manak minua lah bantu langus. Han di. Oh, meni ha. Ini si nyer ha.Makna asal singku tak makanu. Makna lupa kuku tak nak hani lutun. Kalau mang masuk di cawu me. Oh. Nak cakap apa? Kau, kau cakap ni, kau cakap, kau tak tahu ni selesai ke tak? Oh. Jom. Jom. 那。你现在住在是大兴村哈？哦，
那这旁边都是泰雅族吗？对，全部都泰雅族。哦，那你在这边生活，跟你在那个新义乡那边的生活，因为族群不一样，然后还有这边环境、工作、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不一样，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或感受吗？就是还是比较喜欢部落的味道，自己部落的味道。语言比较通。哎呀，朋友就是朋友啊，也认识，而且老朋友都在部落里面。这边搬来多久？要3个月了。啊，刚来啊。那以后你对小孩子的母语会不会很严格要求？哦，会，他们讲国语我都会骂。在家里面会教他讲母语？会啊，都会，都是用母语对话。如果讲国语就弹嘴巴。用橡皮筋还是用手这样弹？用手啊，有橡皮筋用橡皮筋。那个手来示范一下怎么弹。上。弹嘴巴。就是这么，那个嘞，那个好像里面睡着了。就是那个哈。帅哥。睡得很。你就会弹他嘴巴哈。对。他摸也不错的。就是。他讲话就会还不太会讲，会用母语讲，只是还不太熟。他会平常聊天都会跟他讲说眼睛在哪里，鼻子在哪里，他都会讲，他会比啊。那你们部落，你有听过谁是最严格教布农族话的家庭？这个几乎都目前听过只有两家而已。像我大姐，她孩子从小就跟她聊天，用母语讲话，简直就跟大人讲话一样。她几岁？4岁。刚刚那个小村长？不是，另外一个我大姐的孩子。那就是严格执行母语家教，对不对？也是一样。我妈也是，就是如果他们讲国语，就用橡皮筋挡着，弹嘴巴。那我下次去，他们在家里都全部用布农族话对话。对啊。就里面家里面就是尽量禁止讲国语这样，多练习母语这样。他是非常会讲的，就很会讲啊，就而且又很顺，不会有结巴，就是不会，就像讲国语一样那么流利。只有他一个吗？还有他妹妹。那其他新乡那个算，那其他的家庭就不一定了，这个就没有观察过了。那有没有那个国中高中生很会讲？没有碰过啊。那你能不能教出比你姐姐还厉害的小那个母语小朋友？会一样了，会不能说太厉害啊，会一样啊，就是把它教到更深。你看那个中国很多小学。十几岁都在念45经啊。你可以把你的小朋友练到像那个90岁老人家的等级啊。可以哦，是可以的啊。他们很多就是以前在念书嘛，很小就念书啊。那你就很小就给他扎根，扎到那个老人家这种程度的。他可能4岁稳一点，我就要带去打猎了。先教母语，还有功课。那一定要国语、英文文武双备了。普通话。那个他叫什么名字？再讲一次。信心。他现在睡得很甜哦。哇，还会抖脚。他在还沉思。沉思。他会动脚。脚会抖。很做梦啊。那你要不要来唱一点点流行歌？我不会唱歌。唱一点点啊。你老婆说你很好啊。你应该是唱情歌把他追到手的嘛。我真的不会唱歌。老婆她会不会唱？会。不会，我不会唱。就唱一段嘛。老婆已经这么多的赞美了，你还唱一点点？没有人，没有别人救我们而已嘛。不会唱一小段。我真的不会。真的，你没有唱过卡拉 OK 吗？有啊。那就唱那些就好了。每天唱一唱，线都断掉啊。快点。挤一点点，叫一小段。黑达达萨卡鲁安安萨蒙贝努尼杜马杜安萨卡穆斯卡丁格丁。好了。国语流行歌来一点。国语我不会唱国语啊。怎么可能？快点。我不会。你们现在住大兴村哪里？租房子吗？没有，其实我们来这边收那个虎头蜂啊。
大兴这边，我们在那个市区那边住。嗯，刚刚那个拿网子的是你的？老婆的叔叔。哦，你是布农族？他泰雅族的。哦，老婆的叔叔。这边的人啊，老婆的叔叔。好。那有没有你们那个？那个小朋友除了之后会培训他会讲母语之外，哈，那会不会有更多的想法？比方说他以后可以用母语写歌啦，或创作，或者是可能会让他培养他十项全能啊。嗯，因为他从一出生就刚学会走路，就会跳啊，又很爱爬单杠。可以撑很久。对啊。那你希望他以后，学历学念到哪里？你对他的期望多高就多高啊？那你自己最基本的期望？基本的期望就是能大学毕业。那先不要论他个人志向，那你希望他以后，假如他是很随性的，那你希望他做什么工作？不这样。希望他做什么工作？对对对，就是他现在以后有自己想法，那你自己有希望他做朝哪一方面发展？就是传道，看妈妈，妈妈的培养信仰啦，在信仰。信仰。那你呢？我是觉得说国家的工作啦，就军公教这样比较稳定。那妈妈也是一样吗？你就说有时候希望他当牧师是吧？对。也希望他当警察之类的。好，等一下。那我就先录到这边了哈。好，因为这个镜头有点开始失焦。会不会上网？会啊。哎呦，完了。不会，你又没做坏事。不是啊。再上一首啦。我不要后悔。着装还没有准备好，就给我录进了。好，等一下啊。